希望各位未来都能够有更好的作品，还有更能够提供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欣赏哈。尤其我们卢秀恩卢市长啊，他希望我们呢、啊、都能够为艺术家们广搭平台，能够帮我们的不管是在公部门或者是私部门啊，我们都希望有让大家把这个各位创作的作品啊，都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民众看，也鼓励我们社会大众，还有我们很多的企业的朋友们，多多的来收藏，多多的来欣赏，多多的来给我们一些我们作家们一些鼓励的哈。开始是第37届台湾胶彩画协会的画展，那我们每一年呢，大概都有8-9十件，但是今年更特别，就是我们有17位新的会员。那这17位新的会员，其实很多都是大专院校刚毕业没多久，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些世代。取材上面呢，我想我们今年有做了很大的突破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啊，很希望大家可以亲眼看看胶彩画的创作。那我们现场也是有展示一些原来我们的颜料是由哪些石头去磨成的。那个石头呢，有些颜色取得比较不容易，可能就会稍微贵一点。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地上可以看得到的石头还有泥巴，都是我们作画的用的一个材料。所以我觉得它是跟大自然的很亲近的感觉，其实跟我们东方人一直跟大自然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，这个部分是很相近的。所以这是胶彩画今年我想它有一个新的面貌，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。